京東集團咧，頭先講到啦，咁啊雖然份業績唔係話太靚，咁但係都好過市場預期，咁同埋頭先部分業務啦，亦都轉虧為盈啦，咁加上個 P/E 低啦，咁所以咧就話點解係升得咁多啦？咁如果個價錢方面啦，咁投資者可以睇翻啦，買入價咧可以試下大概喺依個十天線啦，259蚊到依啲水平啦，即係話喺260蚊樓下咧可以考慮買入嘅。咁目標價啦，咁本來我會睇300蚊嘅，咁但係近期嚟講啦，大市氣氛就麻麻地啦，咁唔好咁貪心住啦，就先睇280蚊到依啲位置啦。